温州为什么这么有钱？这个秘密终于要瞒不住了。首先，文化实力深厚，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温州不仅建立了永嘉学派，还拥有欧塑、欧绣等非遗项目。除此之外，温州还是山水诗的发源地，书学家的摇篮，妥妥的文化人。其次，经济实力雄厚，至今江湖上还流传着温州人的传说。改革开放后，温州人就凭借着敢想敢干的精神走起了温州模式。20世纪80年代，温州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个体户，第一个专业市场，领跑全国商品经济。20世纪90年代，温州掀起第二次创业浪潮，于是就诞生了森马、报喜鸟等一批知名企业。同时，许多温州人走出国门，在海外打拼出了一片天地。近年来，温州经济逐步反弹，重返全国30强。在此，美食实力再现。在温州，人们把一日三餐叫做天光、日昼、黄昏。天光吃糯米饭、猪脏粉、灯盏糕，日昼吃鱼丸、鱼饼、鱼胶冻，黄昏吃螃蟹、松糕、杏仁脯。所以温州不仅有钱，更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哦。